16位姑娘，咱先别考虑小伙子的味道啊，小伙子他能这么有勇气来面对说自己这个脚臭的这个问题，大家看，我觉得很坦然，对，而且很积极的面对着自己的这脚臭，是够真诚啊！就像十号说的，说这臭男人，臭男人，我还没闻过臭味儿呢。这么回事，丫头，就是我不说你们也能闻着，我还是早点说了吧。但是勇气可嘉啊！好，来看小伙子第二个短片，继续了解一下。我身边除了我妈以外，没有异性的朋友。你最好能管住我，我花钱大手大脚，对钱没有概念。我喜欢素颜的女孩，我不喜欢浓妆艳抹一刮一层。我结婚我不准备给彩礼，因为彩礼已经让我赔没了。我特别会哄女孩，如果说我哄不好你，我会用我的大招，你等着。八号丽姐，我这儿呢，我不化妆、哎、你看你喜欢我的类型了吗？喜欢，妥了。我就特别生气，男嘉宾一上台就灭你灯。万军，你非常好，贼纯是啊，多有喜感呢。六号大妹子，男嘉宾，你说你特别会哄女孩，还有大招，那我生气，你哄我一个呗。生一个我看看。人家不理你了啦，好讨厌哦。你把这样调戏我。你把口齿整明白，你再跟我说话。好不又温柔一回，怎么的不适应啊？就现在想吃雪糕了，我要你给我买去，你就不给我买，买不买？那个冰箱有点冰，吃行吗？不行，冰跟雪糕能一样吗？那你等雨停，我去给你买，可以吗？不行，现在就想吃，就非得要现在吃，就现在。啥都不吃了，行不行？我不吃了还不中吗？不是，你要吃，我现在给你买去。我不吃了，我啥都不想吃了。我忽然知道这小伙子为啥不治脚了，他不用治，这是他引以为傲的地方，你看不看见？我看到墙上八号丽姐的灯是亮着的，我要征求一下你的意见。没意见，挺稀罕的。哎呦，真不错啊！我都嘚瑟了，不能问了。别问了，哎，平时你说妙语连珠的，现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，吭哧瘪肚的了。哎呦，从来没见过丽姐这样过哈、啊。哎呦，哎呀妈呀！来，掌声有请八号丽姐，有请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小伙子上场的时候选择的意中人是谁，一起来看。九号秋怡，掌声有请。告娘，上来别跟我抢，挠娘。恐吓我，小伙子。哎呀，是呀，听完丽姐说这话，大家都懵了哈、啊。来问一个你最想问的问题。我现在怎么说呢？就是说的，事业还在起步阶段。愿意跟我一起奋斗吗？虽然我没处过对象，没谈过恋爱，但是我愿意跟你一起奋斗。哎呀，丽姐瞬间变成小女人了啊！你看看，不知道因为啥，以前上台都不嘚瑟，现在我都直嘚瑟。我知道因为啥，因为你站是我刚才站的地方。就是原来那些男嘉宾味道都不够啊，男人味是从这儿来的吗？来，九号秋怡。其实有苦才有甜嘛，一起奋斗是可以的，但是我感觉咱俩好像怎么的说你那脚，首先我真受不了，我今天是感冒了，我说实话我走你旁边我没闻出来，这是实话。如果说因为这个问题的话，那是真不合适。好，来，接下来小伙子抉择一下啊，看是选择一直为你亮灯的丽姐，还是选择你的意中人。如果选择意中人的话，就要再进一步的去争取，去表态。
意中人吗？为什么呢？不选我。你驾驭不了我。好吧，你赢了，白得他一回了。对不起。没事，我看你胃都疼了，你赶紧的，我走了。来抱一下。没味儿，没味儿是吧？我很佩服这样的一种胆量。那接下来就把你最想说的话说出来。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行不行？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行不行？秋怡，这话有潜台词，这次机会你要再抓不住，他要使大招了。你要拿鞋丢我了是吗？没有，我一般我特别生气，我都扔一只鞋，今天我扔两只。你今天给我整不会了，有点不会说话了，燕子姐，就感觉。如果要没有感觉的话，应该，收放自如。看来你对我还是有感觉。我也是这么认为的，但是我还是接受不了你的脚。你不说接受你的人得先接受你的脚吗？不用，刚才台下那老妹说跺下去。哎呀，如果说你要是单纯因为这脚的话，我可以治，没太关注这个事儿，没成想今天这个问题这么大，影响我婚姻了，那我必须得治他了。等你治好了再来找我吧，不好意思。好，没事。谢谢，谢谢九号，谢谢。望着秋怡回去的背影，此时如果给你一把砍刀，你肯把那两只脚砍掉吗？那是不可能的。如果说脚没了，还能找着媳妇了吗？这是一点，再有一点，我告诉你，真正适合你那个女孩肯接纳你的，她是不会让你为她砍掉双脚的，是不是？我爱你。缘分天使送给你。